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墨和书法，下边我写一下这副对联，请朋友们给点个赞支持一下，不足之处还请多多指教，谢谢大家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请朋友们点个关注，下一期我们再见，谢谢大家观看。